你现在是要帮我着装是不是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啊哦，原来它是这个头跟尾巴是分开两件事的穿搭，就是。哎呦，赵哥你坦得你坦得啊！所以我的造型算是比较隆重，刚开始以为龙还蛮轻松的，我现在发现穿上去就要用，还有龙头，哇，对，还有龙，不得了了，历史性的一刻，哇，这个世界上竟然好帅哦，竟然找得到我戴得下去的帽子啊！啊，买这一顶回家骑摩托车的时候可以戴。其实不得不说，赵哥啊，这龙哦。就谢卡利耶，而且就够醉耶，感觉我戴着还可以当最新年度交通部宣导戴安全帽的代言人，而且这个嘴巴是会动的呢，它有弹簧的，对，它有弹簧哎，哇，它会讲话的，只好跟你讲话，我帮你这样，帅哦，各位报道声带，观众朋友打给后，打给后，打给后，我是龙儿，其实这个龙头很精致呢，这样近看，那老师，那这样要怎么舞啊？小心呢。那个要像龙卷水一样的动作，所以要这样子。哦，龙卷水。然后马步要维持大概九十度左右。90度，这可以。哦。这我应该做得来。可以。马步是这样吗？对。高亏。再低一点，再低。再低。差不多。哇。有没有抽筋的感觉？就差不多对了。哎，对，就这样。神龙摆尾。头要转到正面。头要转到正面。啊，对，我已经震了，但是我的嘴有震吗？我嘴有帮你震，歪了一点点。好加，有。我是不是需要带矫正器的龙？因为嘴跟我的脸是不一样的方向。老师，我这动作有没有很正确？哎，已经很正确，但是身体好像没办法朝正哦。你把这只脚往这边移动就朝正，知道吗？再往前移动，再往前移动。啊，对，是要朝正了，对不对？老师，我在想你教小朋友的时候是不是语气应该会更凶一点？我其实算严格的教练，因为我想说老师好有耐心哦。有看过龙跟狮子吵架的吗？啊？我们就左右挑衅龙，然后龙，你就可以左右。左右挑逗龙吧，左右挑衅龙。挑衅龙。这样。好，哎呦，老师你是讲安那安尼嘛？对，这样子逗弄他。挑衅你，然后龙可以踢狮子，踢狮子，踢龙，踢，要做踢的动作。踢哦，不是踢哦，我要踢。对，然后狮子就翻吃，狮子就翻，嗨，就翻吃，狮子就翻身，结果翻了一个身后，马上劈腿，又劈腿，快点，宝哥，我来救你了。好，用锤子打他，他就往那边翻尸了。哇，感觉龙很厉害呢。可以先让龙喘一下吗？因为我，你们来跨看，一直马步，然后在那边这样，其实会累呢。